你第一期有一个点特别打动我，哪里？从你对着喊说，我要让华语音乐走向世界，我肯定是脸泪一下就下来了，因为我的梦想是让中国戏剧走向世界。当时真的，我跟黄老师特别特别感动，当时，嗯，我能感觉到你的那种，就是真的想，嗯，不是为了自己，嗯，是为了这个，是的，是吧？是的。我就怕我一个人不成，所以我就培养了一群跟我一样的人。嗯，发现偷偷发现一个人是不行的，得一群人这样的，同样的思想，同样的决心跟使命。对，对你懂的。对，好快呀、啊、你，教的好，真的你好快啊，厉害。不能快乐的不能在蘑菇路的旁边上。哇，这个有趣哈、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但是你开心，真的。你是一个多面的人，你有很多面。怎么讲？就当你跟我讲你的那些自己的专业方面的时候，你会非常认真，是吧？像一个老师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你在跟我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像朋友，而且我只看到我是跟你短短相处两天而已。我觉得你真的是好人，真的，一定的。真是个。超级你是个，我觉得你是个神，你是老道，但是你有单纯，你又柔软又锋利。我也在品味你，就是你真的是挺好的，我认识你挺开心的，希望未来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，像师傅跟吕思欣老师他们一样。我就在这儿。